你那条没找着吧？完了，押金条整丢了。他那得有底儿呗，不是？你咋还刚那玩意站上啊？刚那玩意都省得那啥，省得晒挺我这嘎子。看，昨天洗的车吗？哎，又整个粑粑。你坐这干啥呀？对，小妈都蒙头转向的，一边上主驾来坐着了。啊，这个，那是我大哥给我的，挡着点阳光，省得晒挺高的。今天去领我妈镶牙去。挺长时间，得有四个月了吧？嗯，挺长时间的。我爸那个都快要仨月了，这家走出啊！早先都敞了，这不这门都关上了。嗯呐，来一个开一个了，这回。他弟又干啥呀？不知道啊。人家不走，那我能走？红灯滴滴啥呀？他绕一圈，这是往他家绕一圈，又回来了。这嘎达没有口，从天津大道。咱俩是先吃完饭再去整去，还是整完再吃饭呢？整完再吃饭呗，哪有吃完饭再整的？我怕到时候不赶趟。啥玩意不赶趟、回来我得走呢。那不赶趟就别吃呗。这有肯德基吗？待会儿我领你吃一个呀。你不没吃过吗？这是我肯德基，正好。人人行动，动动健康手。还得扫码啊。哎呀妈呀，慢点儿。这谁？还没等整呢就嘚瑟了。我妈，咋整啊？那咋整啊？回家寻寻思吧。怕他再给我整坏了。回家寻寻思。嗯。他那个还得给你磨，那你咋整？那你这个磨，你磨散了呢？搁这烤吃。走吧，回家寻寻思去吧。哪天再来，你寻思好了吗？再来啊。嗯。寻思好了咋整？肯德基吃吗？那还干巴的，有啥吃的？那走，领你吃面条去。吃面条去吧。走。哎呀，我家这总监呐，一到镶牙就上火。营业时间是不是这个呀？啊，这个吗？这干嘛关门呀？老字号，直接拉。哎呀，这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哈。啊，这里头这家伙。来一碗米粉能做吗？能做，那行。行，好嘞。里面凉快。哎呀，这咋了？就完事儿了吗？这天这么大呢。来一个辣鸡面，一个辣鸡面，一个辣鸡粉，姐姐。嗯，可以吧。豆腐丝一会儿从这儿给你啊，在大里。行，好嘞。俩水哈。好嘞，俩水。49块钱啊，行，给你扫一下。我先给你扫啊。嗯，好嘞。49啊。哎，这个是面，你吃面呢？那我吃面吗？你吃面吧。这粉儿切了出来。咬不动。帮我咬啊，来。这家伙，不锈钢碗上。哼。放点辣椒油吗？要不要？要。没有油啊。我不愿意吃，我不愿意吃肉，我就愿意吃这面儿。辣鸡面，辣鸡面就得辣点。陈醋要吗？不要。我来点。挺好。
嗨哈喽，我是胖妞。那个今天跟我妈来襄阳来了，完了之后到那一下午没想上，那个得把他原来那个牙得磨了，完了有点二一丝丝。磨了个缝。回家考虑考虑，考虑两天完之后再来。嗯。整碗垃圾面，这是我们旁边的那个店儿，完了之后没来过。你看那个屋子。屋子挺大，外边就是个小门市房，小家庭住房啊。嗯，外边门脸儿不大，你瞅着里边老大了。里边挺大。嗯，磕一半，尝尝。来来来。我这里的面多，你那面少。哎呀妈，你都咋那么多呢吗？谁知道吗？给你讲了。啊？给你讲了。给我点儿。那也太多了。来吧。你哪知道？我这面都上千，知道你那里头就叫少。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这连面带粉儿的，啊。嗯，你那个粉儿吧，要两碗面好了。还在往回拽。不是，这是没有头。我这怎么整折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掐折了吗？没掐折。来。哎呀，我爸没来。给我爸来吃点挺好吧，你爸不能吃辣的，可以不包辣吗？他那个早的一个外边吃的，再高点辣椒啊。 你那不用高了，我再高点吧，高点辣椒好，我整点辣椒都搁你了。这里都没整着，吃吧，造吧，造完了我一会儿好走，没给我爸领的，我爸领的挺好。哎呀，这中午上人了。嗯，嗯，一会儿上人咱俩吃完了。嗯。这里挺大的，其实，是不是？嗯。我得整个胡子筋儿去。嗯。哎，吃西餐的感觉。就那么一根儿子，就这一根儿子崩。我这衣裳一会儿再穿走去，不整埋了，不白瞎了。连面带粉两勺。哎呀，它这辣椒全是芥末，干香，不就是那种带油的啊？嗯。它这个，你不用高醋，它这里头也有，它也有酸。酸呐。这是鸡肉，鸡肉，辣鸡面，辣鸡面的嘛，就是鸡面的。啊？嗯。这里有个鸡蛋，有鸡肉。这是单要的吗？单要的。嗯，鸡蛋和香干儿。哇，十九二。那你单要的。嗯。你尝尝我的粉儿啊！不尝。你尝尝，你尝两根儿。这粉儿没有这面好吃，这面挺好吃。是吧？嗯。这粉儿靠大劲儿。靠大劲儿了，没煮呢。嗯。哎，我平时愿意吃这种什么板面、盒面、牛肉面、拉面啥的，炒面，我愿意吃这些玩意回家寻思两天，看咋整了再来哈。嗯。我妈一回干啥就没有半全的时候，买鞋也是。
买鞋头一大半也不买，第二天回家洗一洗再买。我这牙不一样，他就给我这个牙得整出个缝来，灌个钩。我这都是烤瓷的，要是那个牙就不用烤的了。妈牙包了，万一把这烤瓷磨炸了，那不全金出木了，就都得重整。拔牙的时候就整好几天，完了之后姐夫开空调了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拔牙的时候就头一头一天，镶牙这些也得，没出门就上火，昨天晚上在家就上火。我这牙不好整。你这整完该整我爸去了，我爸快到日子了，他说他是六月份。你爸那好整。牙龈条丢了，就是说没事。辣鸡面挺好吃的吗？有点像那个米线米粉啥的，跟那一个味儿似的。买一个这儿的小盒儿挺好。他们刚才去那个旅游那嘎子，那是正经接的吧？这是接的，就跟咱家开饭店的时候外边接的一个棚子，这就是接的。这外屋是接。这面积多大呀？是不是？买个这小盒儿。这玩意儿要吗？好吃吗？这玩意儿好呀。今天我看门口又有那些卖螃蟹，挣钱卖螃蟹可多。钓不出来。梭子蟹，每天碰上好多买点。天天买，你得早晨买。人家一大筐一大筐下来的时候你再买，你到晚上去买，你像晚上买，都人挑带不带够的，是吗？人家放假早上去买点。咱们这边没开海，现在人都是江苏。这块是鸡，它这个鸡肉好像不是说在市场卖的菜鸡，它的鸡肉比较紧实的。这咬还硬呢，不是那种鸡。挺好。他这里头是石油新村，人家啥都有，超市、卫生所、学校。太棒了！我那天买鲜皮，就是在这里买的。这里头的菜啥？没有吗？剩一口，来，干就得了。干没？哎呀，这个和芬达配，芬达雪碧都搭配，是不是？一会儿给我妈送家去，完我就赶紧就有点事儿，还得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我妈像哪那小房呢？你瞅这门脸不大，那里头都老大了，就是个小住家。你，哎，这咱要买，咱要买这么个房多好，是吗？不值了的，不值了的不行，他应该搭个台阶。那上边不有吗？这是一楼带小院，这边晾个被，晾个衣裳啥的，遛个弯儿。这小区的居民楼吗？走吧，攒钱。攒钱买个带小院的嘛，这家伙，这回大连队要是来的话，不怕没地方住哈。